往外上，往路上啊，应该是往路上啊，你摸得到吗？闻得到吗？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只有靠哪里？靠家娘，对吧？靠眼睛，眼睛在那里看照片，还有靠那文字说明，就这样可以啊。那你怎么样让你的东西也比较好的卖相？这个蛮重要的。好，那首先，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样。如果你东西比较少，是我们简单 DIY 一下还可以。可是我东西要比较大，比如说你像服装啊，还是那个，可能就要比较适合的场所来不太好。小东西是比较好解决。好，所以你之后呢，你在外面你可以去看到有类似像帐篷那样子的，或者摄影棚，小的那种摄影棚也可以。它的反正目的都有一个啦，就是要让你的场景变得比较单纯一点。好，这样拍起来效果比较好。那么就要注意一下，这里有几个小的那个技巧，稍微留一下。第一个，趁它没有闪光灯，还有你千万要把你的闪光灯关掉，因为各位有没有发现，你若用闪光灯拍，都会有反光，尤其是那个什么，像我们山西的那种金属的外壳啊，拍人的时候会不会红眼？对。反正也就是因为闪光灯嘛，后面有人戴眼镜的嘛，一个特别亮，灯是吧？这个就是眼镜镜框就特别亮，那这样也不好，所以你可以把那个闪光灯把它关掉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如果你要弄得好，最好用脚架，你用手还是怎样会晃掉？尤其像很多人用，太紧张，有人手机什么，手机很轻，所以这个晃动的特别会。尤其你又是录影，好，对的，好好想一下，拍那个如果能弄出来倒是完美，但是又有优点。你在网络上网拍里面有没有看过商品的可以上传影片的？没有，对不对？能拍那个你可以上传影片，也就是说有些东西我现在把那个使用过程有没有，尤其是二手的，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东西，它不是说直接看照片的。那你要把它使用过程把它拍下来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它那个，它可以让你上传影片，这是它的优点。好，这是它的优点。好，那这里哈，它那个你在干掉的，还在还在。好，你看，然后卖东西，不见了吗？我重新再登录一次哈。好，那么我这边登录一下那个录片的哈。那么录片这边还要做一件事情啊，因为其实现在，请问账号有没有可能被盗用？有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是那个几乎在台湾雅虎奇摩的账号是几乎人走一个的，对不对？雅虎就是有听说这个，所以现在是认证会比较多，好，认证比较多。还如果你以前申请的时候，生日啦。身份证啊，信号等下还有吧。如果实在他问那个问题，你会不知道，因为你选了点假的资料啊。好，那录片的部分呢，他会要求你做一个动作，就是叫做个人电脑的安全保护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去设定说，我今天用这台电脑，那以后就只能用这台电脑去登录到我录片，这样了解意思吗？这样就可以避免叫做别人从别的地方进来。好，这个是他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嘛？他因为我要上厕所，不能做，这个麻烦哈。好，那你看哈，这个上架的话，在路边呢，两路的路上架还好，好，但是我觉得路边它有一个优点，它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，这里有一个叫书籍的 ISBN。我问一下各位哈，请问什么叫 ISBN？所以这边话特别针对卖书这一块就比较方便的，请问你家里面有没有很多书已经封存起来的？你还要更久了？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书的后面都有的，不要能正式出版的，因为那什么 Bookland 的叫 ISBN， 就是这个有没有下面都会有这个条码，只是你平常不太想这样看而已。好，那用这样有什么好处？你看，我如果要卖这本书，你要不要把它扫描起来？好，用那个相机把它拍下。
那这边是小宇宙，好不好？所以说，缓慢推展，好不好？我们看看，如果你在慢书的，它有特别听说这个，因为我现在网络不一样了，还有今天有带电话来。你如果在那个在那种不曾上过网的地方，有没有？他就会要你，他就会要你做这个认证，有没有？而且像以前那是他传简讯给你啊，现在你现在就是他懂而已。不要进来，或许或许不要进来，其实是哈，很讨厌啊。你要打过去，然后他就告诉你你的那个验证码是多少。好呀，他说我们已经接到你的电话，有没有认证通过？他们一样哈，所以现在那个身份认证哈都会比较严谨。他这个也是最近才推出来的，所以你那个随时会有新的就是验证的方法，因为旧的可能在又破解啊，所以哈啊不管他了，他又跑掉哈。好，来，我就把这本书的 ISBN 打进去就好了，这样卖书就变得简单多了哈。978986652。其实说真的，你家里面有很多那个很多用不到的书啊，或者杂志啊，你漫画蛮图强的，漫画也有啊。如果你收集成册那段，你比较有卖相啊，对不对？978，有没有这本书？有，他通过了哈。好，那他就问你，那我们顺便跟各位提一下。在这个卖东西哈，有分所谓的直购价跟竞价。好，直购价网拍的部分它比较特别，跟我们一般商品比较不一样，在于说，它有分两种。好，因为大家嘛就是定的价格，然后就买了，它顶多没有折扣，对不对？但是在网拍里面，第一个直购价就是你直接出价多少就是多少嘛。好，那第二种就是透过竞价，可是竞价就会有一个缺点，因为竞价是一个过程，对吧？你要解回来打算嘛？就是说你要出价，然后一直出到最后，好结束，看你是几天的。好，假设我五天结束或者礼拜结束，啊，再看就等于折标，所以中间从竞标到折标，同样一个礼拜。好，再讲到商品，时间更久，所以它会所谓的直购价，啊，直购价，那他们那些东西对吧？对。来，你这边拿去，拿去，三百后，直购价三百，订购多少呢？高价，还对的，订购到底应该是多少啊？请问你们现在收到人家送来的，就是有买东西，不管是网拍还是网路上送来的，都用什么方法送比较多？小费、小一店，他们那张运费来对吧？这种的最，这种的比较没有问题啊。这样最便宜嘛，有用货运吗？对不对？有用货运小票，货运小票。好，但是我们后面等一下提到，就是你如果是要冷冻还是冷藏的，还得注意这些哦。你看，你只剩重量了，只剩几斤了，剩几斤有差价多啊？好，好，90克，零分，七分，骨灰，还是靠你干，靠你干，好。还有能更快比较的哦。好，那我这样就没问题了，我就算出兵役了吗？送一，还有没有把里面的东西都弄好了？有没有看到？在这里，你看，我连标题也不用打，照片也不用扫描，那两句都有了，这样就比较简单。你不要一直哈。所以这边它有针对这些书的这个部分，把它再就是做比较简单一点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它的优点。不管第一名或第二名啊，好用的我们就可以拿来用了。好，就不用说那个。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就相对比较快一点？好，比较快，我们就不用说，因为你书很多，那个号码打进去就好了。如果你家里面还更好点，那个扫码机我，冷怕嘛，冷怕你别。那你不是更好吗？好，好，
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哎，目前有这样子的哈。那如果说呢，你不是这个 ISBN， 是一般的商品，这个商品上架，好，因为我们大部分东西没那么多嘛，所以你商品上架，那你就必须要先做这些分类，对吧？要知道啊，你的是哪一种类别，那它可能下面还有好几种，你要把它归类好，这样等它在整理上面都比较方便，好，比较方便。但你说你归类错也没有关系，没有人会骂你吧？只是说在找的过程面，也许就不见得适合这样子。好，那像刚刚这个样子的初级的，对吧？初级面很热，属于这个应该比较算是新宣传品。文具书、参考书也不算嘛，哈，教育类的参考书，我们里面就有很多，对的，就是每一个类别这样子下来。好，那假设我就填到这样教育，好，他问你这里哈，他问你要不要使用收件人的加货店，收买几度天价无人。好，那一般来讲的话，就因为你们之前你刚讲的都说直接上来嘛，对。那还有一种是你可以到车店的人或者便利商店取货的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像我们家啦，对面图书馆，走两步，隔壁是银行，再走两步，邮局，邮局的近啊，就是便利商店，就是会走东西看嘛。好，你如果是便利商店，我就去嘛。可是现在它的加货店不一样，是，你如果是卖家，你就拿到哪里？拿到车店的交货，顺便收钱。好，顺便收你这个，就是那个，哎，没有吧，没有不用交钱了，因为那个后面扣下来。好，就是直接交货，它就不是只有取货，这样你了解吧？好，就是陆天他最近跟这个，应该是去年的前年吧，跟他做了二间不一样。好，你看一下，我们那一题的答案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吧？有没有？超过这个数据的，一般来讲就算要另外收费了，另外收费。不过看着都没有那么笨，对啊，哦，我要参加降价的要请，然后这个规矩就是的要就请，所以大部分都请点十家三张的内容，这样了解了吧？好，好。那么你看哈，这里面呢，我们刚刚再看一下这里，这边，你有没有看到定价半价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一种，有没有？好，我说不竞标的，假设你公司用不是用竞标方式的，你要竞，你的几行那种，或竞标方面，或不够价好就行，不会这样，你能够，哎，这样子，当然这样子其实跟以前我们刚开始的网拍是比较不一样的，它等于当做店家一般商店来用这样子哈。那如果说你要设所谓的竞标的话呢，哎，这个不一样哦，竞标，首先你看一下数量多少，起标怎么？就几元开始标，那你有没有常常看到那个广告就是哦，一元起标，有没有？他们一个标得到一元，那有的人老碰到你，他故意的，不然的话说真的啦，他们都满是去取完，一元起标，假设你是一斤一目，比如说原价一万块，一元起标，可你。能够标的够，准备就五六千块，对不对？像那种东西，一开头一丢，那就是噱头，知道吗？好，那这里就有所谓的起标价，假设一元，哎，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底价？也就是说，你今天好，你开始，你从一元开始标，没有关系。那很抱歉，从某情况影响，对不对？你慢慢标啊，没关系啊，这样可以啊，你了解一些吧？好，那这里。如果你这里有实售价的话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实售价跟上面有点类似，好，有点类似。但是你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说这里有底价，对不对？假设底价是5000块，五千块，那实售价可不可以低于底价？你觉得呢？实售价低于底价，它是比较贵的话，那也就丢，对吧？它比较贵，它丢啊。对，我标的还比较多，那不是完蛋了。所以你实售价一定要比价还高，好还高啊。比如说，哎，我现在这样标，好，你这段时间嘛，他给我把它降低线了，他就比较对了。好，那这样子，比如说我6000，好，那你就出6000，我就直接卖，就不用经过那个竞标过程，你来解释吧。
好，所以这里面可以像这样子哈。那至于说这个下面的应该就还好了。好，所以最主要就是说这个降火的部分。那很重要的是底价，你这样会睡好。怕说你底价没睡好，你马上睡一块，啊，那就完蛋了。对啊哈，所以我们要注意过，前一段时间那个，应该是去年吧，有几家厂商啊，比较出名的啊，哦，上面标错降不认账的那种啊。其实真的，你标错降他不认账也是有原因，那是人家故意在网络上说啊，真的有，那有人标错降把他丢了。你如果是正常那种标错降哈，其实应该还好，也许只要数量不多，可能他就也许会卖了。可是那个已经标到几十台，甚至上百台以上的，会几百标几百，你看我说那个。对，不过有时候就是那个信用了，好，就是那个信誉哈，所以要注意一下，你一定要核对好才上架，啊，不然真的标错了哦。我标错，我哪用？有时候你标错上去，马上就被买走了，为什么？有时候你就帮我看到啊，哎，我看到会是什么问题？那你这样到底要不要卖，就是一个问题了哈。好，所以大致上是像这样，所以你可以把它便宜。那么下面呢，还有哦，你看，还有一些哦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，啊，这里怎么样？买家下标的限制，几家？他们要标点，就用不好了。你说怎么玩呢？你如果有出价哦，怎么样？那你那是雅诗兰，真的不？雅诗兰子王就是那个他在卖东西哇。啊，出这个，不不，知道，哎，你没不想买的就不要跟他玩，这样万一你买到就有问题。所以那网络上可不可以去标？可以，你说不要，但是你可能也没有很明白。我也许会觉得，哎，你说评价买卖方，卖方会不会评价买家？也一样啊。那买卖不就二手嘛，对吧？像我做网页这种公司的，他就还是买固压修的就行了啊，需要去买修的人生的第三房那票啊，出版社那个五万块第三的人生房那票就完够，那怎么办？你若不能拿它怎样，那你就是继续再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哦，买家是这样可以。我们可以设限，也就是说，比如说第一个评分大于多少，我才卖你。好，这个通常大家不见得会设，但是呢，如果有负的评分的话，因为我们都比较在意哦，喜欢能力有负的评分，你喜欢往将比做记分，喜欢往下有负面评价，就是有一些不 OK 的行为，对不对？或者我们可以设定什么？哦，你有弃标哦。我不要有弃掉人来买，因为这样风险比较高，你了解意思吗？好，所以你可以设限，避免说出的二手，这个是你可以留意一下的。那至于说付款的方式哈，现在其实还蛮多种的啦，等一下我们也可以一起看到哈，就这个付款的方式啊，真的还蛮多的。不过现在不鼓励各位用面交了，除非你有降临的，你降临会浪费得来嘛。对了啊，不然的话，大部分是如果你没有实体店面，我们是不鼓励这个面交，因为这样会有风险性。好，有一些风险，你如果真的要这样，你就约在那种公共场合啊、公车台啊，对吧？啊，比如说人多的地方，避免危险。好，好，那再来运费呢？运费通常都是买的人付，对不对？你们如果你是达到那个免运费的那个阶段嘛。这样的话，通常是买商户比较多了。好，那运费方法加上什么？真的哈，你所谓的运费，那这个就有很多的规则，因为它现在越来越复杂。比如说，我比你家，都每家，我都用同一，就同邮一次或一次放大，这样我就少一次运费啊，对不对？好之类的，那你可能就可以看一下，这里面你看这么多，对不？例如说这份取货。最后呢，我记得是60这样子啊，好，就是60。好，那存取货也有，好，你要宅配有没有？那一般都要稍微留意一下，
我们高雄，因为我以前当兵也是用高雄这里出去的，我们是金门嘛。好，那所以说，离岛跟所谓的外岛，这个价格会不一样哦，你要注意一下。好，因为那个运费不一样。那像尤其是像离岛和外岛，像我之前卖墨水家嘛，卖那个满家是在澎湖。澎湖的话，主要是离岛外岛都会遇到船体的问题，所以那时候刚好是台风，那时候他想一个礼拜都还没收到，跨省的来了，你假的，你打掉给我就隔天就去了。好，那所以说他想就是要那个就会有风，就是说时间会比较长，还再来就是说那个运费，你有去外岛离岛，有时只要通常会不太一样。好，这个要稍微留意一下，所以你们旁运费在里头方面60，另外你就要自行吸收啊，不然你就只能跟他讲抱歉，那他有点讲抱歉，我就给你负面评价。好，所以这个你要稍微留意一下。那么最下面这边呢，有一个叫特别醒目标签的吧，最下面这里啊，我看到哈，我保证，就像你的比雅虎的外形。就是啊，你要搞一个啊，那个什么各种颜色的两尺寸啊，好，那它都要省。那在陆生这边还暂时还不用嘛，以后都这种不知道。那就是它有一些，那你有加这个就是看你嘛，好，看你有的刚好有你符合的，你就可以把它这边勾下，好，把它这边勾下，这样的话就比较 OK 一点。那至于说要往下走的，这些都是付费的，都是付费的。好，你看它有一些所谓的优先布缸，有没有？就是我在收紧的时候，其实现在收紧老实讲已经不是公平的，有风险的会爬到比较前面。优先布缸有没有？时间一百五十块啊，就是在收紧它也是爬到前面的。好，那重点标题，标题颜色不一样也要钱，反正你现在就摇尾都要钱了，那就看你要或不要。好，你的缸子你就值不值得在这边做广告？你看，还有买台米，有没有看到？台米也是假的哦。所以这些都是透过付费，实际上还是在做的，还是在做的哦。所以只够再参考一下，这样可能你就比较清楚，了解了吗？好，那你看看什么重点标题，我们看一下画面，你就会比较清楚。重点标题，哇，啊，这样看不到。好，没关系，好，先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至少你比较清楚说有这样的东西。那么你如果是在那个雅虎的，事实上也是一样，雅虎也是接近，好，也是接近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会觉得如果以操作界面来讲，陆天是比较容易上手的，雅虎相对来讲它的东西比较相对来讲比较不是那么方便一点点。好，好OK， 好，所以你刚刚这样，我看一下，我们刚刚有点离题了啦。好，那么我们回头来这边看，我们回到这边嘛，好，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这个拍摄部分三脚架，对不对？那么再来，当然你要选择适当的背景。一般来讲，最好不要像我这样穿拖鞋那种情形嘛，还没看过后啦，还没看完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的话呢，你可以像这样子，就是用一个什么地带纸啦，哈，再折一下。但这边就不要折痕哦。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去那个什么大象馆拍过几个全家福啊？你很多绿宝的栏目啊、绿幕或者是那个风景的，你就不要去折痕，因为折痕我们要处理就比较不好。好，那可以的话呢，你的灯最好有一个罩，你是大象馆进场的心，他没有强光对着你，除非你是去到警察局，那个是严刑逼供的时候才要的。它会有一个那个叫做光罩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灯会产生反光，所以有些你在拍的时候，那个金属类的，对不对？上面不是看到那个灯光的那个反射吗？这样效果就比较差，所以你要用一个柔光罩会比较好。好的，光罩比较好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可以的话至少在两个以上的照明光源，尽量不要给一个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电脑等一下我拍出来都会比较暗。好的，比较暗哈。那还有刚刚讲的，不要用反光灯，对不对？大致上是像这样子。那么还有，因为你要做近拍，
说你的数位相机最好就是用花，什么数位相机有那个小花，那就竞拍模式。当然如果你的数位相机有资源，那个竞拍都是那一公分几公分那样是最好，那如果没有的，至少你要转到那个小花模式。好，小花模式，那所以呢，月亮可以看得清楚。所以这两天底下来，这摄影机老挂老重复啊。有看到小花吗？我那气味挂。对，小花模式哈。好，这样子看清楚。啊，你们能看不到，等一下哈。我们知道的都已经有听过去，那是比如像波轮上头啦、波轮上头啦、等波轮后行的，那你可以有不用选的，波轮这个就是一个很不错的。就是如果说呢，你有小朋友，好在读那个国中小，事实上这个虽然很多学校都推这个玩具，推广这家自由玩具，但是呢，甚至你可以把它当你的随身里面就带着走，你不用受限说我今天玩装的。好，用完这样，那这个效果还不错。当然，我们会建议就是说，除了这个，你还可以再多学啦，好，再多学一些其他的。但是你就先用看看这个，那把一些基本的东西先做好。好，基本的东西你觉得不够了，你再去学一些商业的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，首先你可以看到，这个它的界面是像这样子哈，一个 MICA 哦，台湾制的。它的网址就是它的网址名称哈，好，进来了，在右上角这边就可以下载。好，那当然了，如果说您今天有带学生点人想要下载，我到这边也可以，我这边靠没关系。好，那你从这边下载就可以了。好，就完全免费了，档案还蛮小的，在二十几面稿而已。好，还蛮小的哈。好，那我们进来之后呢，首先比如说你像这样拍的，好，像这样一个拍的，那可以的话呢，比如说我只要用手机这一块就好了，你就可以用盘切的。好，你看这边有选取工具，我们把我要的部分把它选起来，然后再右手边简单的就这样盘切一下，对不对？这就简单的。那我们来看的就是说，如果今天我们先找一下，我找一张给你看了。我先找这一张，我们先不用网拍了，我们先用这个。下面这里都是人一张的，那你这种下面有监控，肯定不是有三张就下吗？对，拍戏啊。下面你也去那边一张一对，那你们直接现在就两下好吗？但是呢，我们再处理一下，怎么处理呢？你看一下，在这边滤镜里面有一个叫象限，我们刚才做的大多数都在这里啊。你看到这边有没有一个暗部补光？现在夕阳，其实正好你要拍摄，你就主要拍夕阳啊，前后档啊，对吧？卖场好点，它那是前后啊，因为那是背光嘛。我们一般讲这种就是背光的情景，一定会比较差啊。但是如果你不得已，就是要在前面，我现在呢要补什么？补把比较暗的地方补小，对不对？从这样的我要不要补？不行啊，再掉下去就不用看夕阳了、啊。就看那个底台的后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我把它加上一个暗部补光，对不对？很清楚明了嘛。好，那现在你们在这个投影上看的会比较没那么强烈，所以我多做几次。你如果觉得不够，你可以再做一次。我先多做几次，那你去看看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差。好，使用前左上角这边怎么样？它呢，它们有没有暗的变亮的？它是单单的，不单单的嘛？那个跟亮的后来，哎呀，所以下次这种照片不要再丢到这边了。最后你从那个数位相机的那个屏幕上看哪会更暗？所以看哪一个啊，是没有的。那是两环机油，你回来顺便就整理一下，还不错，资源回收一下哈。好，
那这是一个。那么拓展的是有可能，再来就是像这一种的，像这一种，我看一下这上面会不会太暗，这个有点暗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刚刚一整张都偏暗吗？我不是要把这个黑色变亮吗？就不要用暗部补光啊，我就来这边你看到，来，绿就一样相片，这里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，有没有叫全域的针点曝光？什么叫全域？就是整张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整张太亮或整张太暗嘛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去看看哦，进来的，哦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好像跟我们刚数位相机一样的，有没有发现这叫曝光？就像 PP 值一样，往右边是正，往左边是负，值在多少？正负二之间，这样了解吧？哎，所以我们来看看，如果现在太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把它往右边，还能帮我看灯影吧？还能帮帮忙？所以你还要选择你家的基准，买来就家准，这样也可以啊，就这么简单啊，两个比较就这样，去找厂商再熏。对啊，因为视觉的东西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再把它再简单排除一下，这样就可以得到我要的部分了。这样了解了？好，这是一个。那整张片看到的也是一样。那么各位呢，看到这边我们再找找看呢，这里呢还有一个，如果你拍好的，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的，这个就是这个。这个是金币，对吧？金币安呢？但是它能说盖的，但是各位注意下，我们做这个比较欺骗消费者了，但是只是需要恢复它比较原本的状态而已啊。好，那所以说呢，你可以稍微处理一下，但这我又不是整张它通通都要变亮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局部的？哎，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左手边的。哎，这边您可以注意一下，你刚刚知道。一般上传照片网拍是这样，是不是？请问他有没有告诉你每一张档案不能超过多大？有哦，我们在数位相机拍下来的照片都很大，对，如果很多人在大部分的是可能都500万甚至上千万的，那你知道那个档案？哎，哦，对的对的，顺便问一下，请问你知道那几档案像是怎么算出来？啊，不知道。那你知道你去智慧相机的那个像素是多少吗？知道吗？自己的。好，决定呢，把陶哥用。陶哥，总会有藏出来。藏出来看到的。那个像素很简单啊，藏片方面，就是你的藏片方面就得到的。如果是300万像素，是多少？你知道吗？阿明，如果你是300万像素的。就是那个2048，当然每一档分率有差异啊，哈，2048乘1536，心算比较好的有没有？2048乘1536，等一下我来定位挑战版，2048乘1536，相当看见有没有300万。你知道一些吧，所以你就把你的数位相片在电脑面看到长跟宽乘起来就知道了，就是那一张照片几百万像素。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网络上，你要这边很大吗？你问啊，因为那解析度很好，对吗？在我这台是比较高一点的，1280乘1064，那我们比较常见1064乘768，有没有？如果你们家里面一个像太弱幻晶，两个 HDU 是吧？Full HD 安好的1920×1064嘛，啊不，1920×1080。好，事实上如果你用到 HD 的1920×1080，其实还多少你知道吗？这样，看你搞的，你用到 HD 啊 ，Full HD 啊，高画质的哦，才200万而已。所以你要不要用那个很高解析度的拍？不用了。好，你如果真的你要拿去取的，要比较大张的，那再用比较高的。所以刚刚很多买了1000万的，他可能只用500万，或者用800万，为什么？
因为这样很浪费力气，很占空间，因为用不了那么多。好，那如果说当然你有其他规划，你可以留着，但我们会帮你多把它降价。那如果你没有降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在软体里面你要把它降价，因为网拍呢，它都会限制你上传的那个图片大小。好，一般都会不超过800或600了，600 K 啊，不是免卡，600 K 就不到一免卡。好，所以那我们在萤幕上的话呢，一般来讲我们在萤幕上哈，你要可以看的比较完整的，大概是宽度啊，我们定宽度量，因为有的其他的航拍嘛，宽度大概是500到800像素左右的。好，就是说你的宽度只要在这个尺寸里面就够了，其他就在比例去收上就好了，这样你了解吗？如果你太大张，速度会不会比较慢？对啊，你如果网路网站拍得很慢的时候，噔噔噔噔，哇，他们那个不是下次再来，是可能就永远不会来了，对吧？因为没有要等，像很浪费时间的，浪费我们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这个呢，注意一下。所以你在这边，你看，如果你按光速的，其实所有软体都差不多，都在影像这个地方哈、哦。影像里面有一个影像大小，你把它点一下，好，在这里，你只要改一边就好了，比如说变500，另外一边它会自己变，对吧？好，因为我们有设定那个强制等比例。好，看起来再少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实际上差很多，因为那个比例不一样。好，比例不一样，显示的比例不一样。就在这里哈，你看一下，我现在这个显示比例是100%，是吧？表示我真的一张就是这么大。但是我还没有做之前，你看到我还原一下。虽然看了差不多短片，但是是不是说用21.6%去显示？看一下看哈，这个真的有差哈，所以档案大小当然也不一样。好，那我调好之后，你看一下我左手边有没有一个叫修片工具？就是麦克最黑刘嘉玲嘛，所以广告黑啊，变成泡泡好以后，拍片都拍照都不用再修片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缺点，我缺点搞一张天生丽质的哇，你这是嘛不公主，哈哈，那其实都要修啦，好，因为没有那么完美。那所以你看这边。好，有没有在用打光？有看到了哈，还有去除黑斑疤，有看到了。其实这些其他工具也都有哈，就是在工具人里面都有。那我们要一个打光，因为我们刚刚针对那个滤镜里面做的是针对整张在做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现在需要就是只有局部做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哈。来，你看，按了之后呢，你只要选好了工具，它的右上角这边。就会变成像相关的属性，对吧？右上角这边，我现在是我的底下，我现在的把调比较大，因为我怕后面你都看不清楚了哈。平常我上课很少用那么粗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我就把底下大小调到适当的，我怎样呢？例如，他没有担当的，没担当的，例如的话，摩飞选几个例如。所以其实像这种照片也可以用啊，像这种的，有没有？你如果是真的是自己拍那种人像的啊，像表演的也是一样啊。第二款，你如果站在灯光下面的，是请他们站着差一点的，一点灯一点啊，再差一点的，那么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时候这种东西就可以派上用。小心，人有小大队呢，那是讲无保养，那是讲抢的错在哪？安尼你看哈，所以那如果你再涂一次就没有效果哦，怎么办？你看右手边有没有一个叫真心底刷？就是你如果涂过了，阿、好像更好，就亮一点，或者再白一点，这个时候你就按一下。就是我是准备哇，下不好，不敢看嘛，还没看到哦，好，所以呢，你看到我们这个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？买东西这个一样啊，简单调整一下就好了。因为有时候是有拍照环境的关系，你没有那么专业，可以的话，其实有人帮助把2到3盏灯弄下好了，
好、哦，看、哦，如果你觉得没办法，就不要画后续啊。你说，哎，不要做后续是最好的，因为这样不用花那么多时间。那所以你看过这样子，我现在做一个正的，给你看一下。看到你刚刚在点卖相的话，就很明显嘛，就是他刚刚躺的比较 OK 一点嘛，这边身体好一点嘛，身比较像有睡过。这个现在流口水在上面，那就不太好意思哈、哦。那其实我可以在沟通过程稍微简单做一下，好吧？调整一下，这样效果是不是好很多了？好，当然你不一定要标上什么价格啦，因为我们刚网拍上就有价格嘛。所以你通常我们就把照片处理好就好。好，如果说你有，你觉得说我的要比较平衡静貌的，那你也可以在上面去打字，就说你啊，比如说啊，这是哪里？这是哪里？啊，这有什么特色？你用这样也可以。我有看过有人这样做，他就是不要用那个网拍上的文字，因为网拍上文字他比较不好描述，他觉得我就是用电话的，这两个就正好他去谈。好，那所以我做了一下，你看的话，我们这个里面，这里好，这只，好，看到有吗？这里有没有拍的时候，这里是不是有故意露出来一点点？那么我就可以用裁切工具再把它裁切一下。所以其实网拍的照片，其实不要说网拍了，网络上都要处理的。好，一定要处理，因为你不处理的话，有时候会你东西好，但是你没有适度的包装哈。我们说适度包装，也不用说过度包装，就是说你适度把它做好，那对我们行销是绝对有帮助的。好，那好，但还是能我要的范围，可是这一张稍微比较暗一点点。所以我们刚刚有没有学过一个叫做全域的深浅曝光？这件事啊。我就稍微把它调亮一点，有没有稍微比较亮一点？有点好。那再来呢？通常我们的整张调，你再调就是局部的。好，那再来呢？调好的时候呢，这一张的那个屁股这边比较暗一点点，我也可以帮他。我们打反光灯也是这样啊，打光也是这样过来的。你可以补的，可是这样比较慢，所以这里还有一个。好，之前刚刚没有讲的，就是叫渐层的深浅曝光，渐层的，就好像我们是补光一样，因为比如说我们拍大合照啦，其实有的人，像刚刚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也是把这边补光一下，这边补光一下，好像多一张反光灯，那我们来比较看看，好吗？好，你看这边就有一个那个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呢，就是这个就是灯光的来源。好，然后呢就打过来，到这里以外就不受影响，拍到这里。好，所以我现在要屁股这边亮一点，所以我就把这个灯光，我就把拉拉拉一张跨过来。请问有没有不一样？有不一样吗？有点头的看错地方，没有点头的看错地方，我才要都抓紧啊。有点头的，他们看的是这里；没有点头的，看的是这里。他们应该更好。好，你看使用前、使用后有没有不一样？有吧？这边没有那么暗吗？这样没错了哈。只是我没有发很多啦，打多一点头，你马上就发点了哈。打强一点，再强一点，紧绷啊！所以我现在差很多啊，好，好 ，OK， 所以我现在已经调了，我们先把补一下，看一下使用前，是吧？台阶变亮，屁股打光，好，那再来现在这个颜色不大 OK， 我们虽然在这种室内拍的时候会稍微比较偏蓝一点点，因为灯板的关系，你要是啊，或者那个什么那个，没有那个黄色灯泡的那种嘛，会比较偏黄，那所以。要原价调一下，那这里呢有一个我也是没有讲过的，在这边叫做色彩平衡，色彩平衡哈，在影像上的色彩，你点进去应该就很容易了解了，它就是一个色彩，对吧？好，那你就看你要黄一点，要暖一点还是淡一点？那我让它因为要对焦嘛，温暖一点，就点一下，有没有说红色变比较多？有没有？好，他说你点一下，他就在拿进来就对了。好，再把变化出来。好，再把变化。所以我现在按 OK。其实我屏幕上看，我这边看是变化的，可是你们这样看就差不多了。好，这样差不多，没有？
哎，我们把补一点点，看一下使用前有没有比较有那个蓝色的感觉，哎，使用后比较暖一点点嘛，阿妹你好啊，阿妹一来刚刚会给你家，其实你们都有注意过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那个网路商城，我们不要讲网拍了哈，网拍大部分是比较大部分主能力相对比较没那么好，但是你如果去看这个，有个地方你们可能可以注意，就是雅虎也好，或者是这个路边啊，不是那个 PC Home， 他们的商城都有分两种。我简报没有写啊，那个我拿掉了，只是我想要这样讲一下。你看这里有商城，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两种？有没有？超级商城跟高层他们有分过啊？每个都一个月啊，但是有一个不一样，购物中心是所有的商品由它统一服务，所以你如果是进到这边，你会发现所有的道具都怎样，都是比较漂亮。可是如果你是超级商品，这叫 shopping mall， 就是厂商自主进驻，你的道具由你自己负责，你在那家交给厂商，哪家哪一家呢？所以你如果去看这里。认真经营当然没问题，可是呢，如果他比较这个对抗能力、比较性能力比较没那么好的，你就马上发现后黑照片卡就得了，还真是参差良莠不齐。好，那 PCM 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，这样大概了解了吧？所以呢，就是他小学那里，但是雅虎的在这里吧，一年三万六 ，PCM 只是两三万六，还是已经发现了。一点三七六的时候的系统维护费了，好，这个是给各位看一下，因为那个最小的板块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了，这样应该大家就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注意，那事实上这些打字啊那些应该都还好，好，这个给各位先简单看一下，那，这个我就先暂时不要讲了，好，这个是云端的，不用讲解也可以做的，你有兴趣，我下面有网址啊。我部落格上也有介绍这一篇，好，也有介绍这个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你看到图就知道什么意思了、啊。有塔，是什么？没有塔，当然交代了。哎，他就是帮你做续费，他这个是只要去网站就可以做的，这不用了解。现在有慢慢的未来越一些服务是变成就是所谓的那个叫什么云端，在云端上做的。其实各位你们都蛮上云端的。你怎么许配呀、啊？许配都是慢慢有奥特可以去，还像奥特可去，对吧？那只要你讲了雅虎直接收信，像我刚刚经历啊，收到哪就收到哪里啊，根本就没有差、啊。就不用说一些啊，这该等到我打的话，一下就可以，你知道不？好，不用。好，那说到这里，我们再跟各位介绍一下。我们刚刚不是说，一般一件商品只能有这样吗？对不对？可是我可不可以把它组合成一张？他们正好有正比金，你了解一些吗？好、啊，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会利用这种方式，而且这样也有个好处啦，你占用空间嘛。你真的下线超过三张，其实老实说，你会不会那么认真，慢慢一直往下减断？不会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很认真看的，这样的话，其实反而会觉得哦，你下线的也被控到，要不然都是你抓你啊，你打工最小吧，最小会啊，哦，能刚刚那谁，好、哦，那所以说。你就把它占用一下空间，那么这个呢，范本呢，事实上我们在 Photoshop 里就有。那我们刚刚讲过，其实 Photoshop 实际上有很多，它是 MIT 的，就有很多符合台湾人的那个使用习惯，像那个什么大头照啊，那个实际上也都不错了。不过不在我们今天的内容哈，有兴趣您再稍微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缩图页，这个就不管它。好，你会看到它里面很多范本，有没有？你会看你要哪一种的？如果没有你要的，你可以自定。来，你们在 Word 里面，大家 Word 应该都用过吧？怎么用过？表格里面的合并跟分割储存的，你有那个概念，这个就会了。好，这个就会了。那所以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，请问这样是几栏几列？哎，问一下哈，蓝是几的还是红的？蓝。直接
力是很的，哦，所以这样是太不三满两列，对不对？只是中间这个在合并，在合并嘛。好，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喽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假设我要做这个，好，这里面刚好没有这一种的，怎么办？我就把左手边的最下面，这里有没有？我就没有我要的，直接进来编辑就好了。万一没有的话，好，万一没有的话，你就从这边进来。好，我就告诉他我要几行几列，行就是我们刚讲的，好，我要三行两列。那你的照片多大？有没有？照片对不对？它原本这个软体不是用在网拍的嘛，那些都是跟取照片有关。那你也可以用，比如600记下来到800、600上就够了嘛。我们刚刚讲说宽度是到500到800左右就够了，不用做太大，做太大反而档案比较大，所以我就来选好600至400。好，确定，前面帮我们切好了。好，那为了让你看清楚，我把那个背景颜色我再改变一下，好，我把那个背景的颜色我把它变成黑色的，好，这样你看得比较清楚里面那个什么。好，我现在呢履历一下，我现在是第一格要怎么样上下合并，再来左右合并。好，所以我们把它选起来，你看看了齁。好，上按住 Ctrl 键，有没有选起来？好像档案总管一样，对不对？ Ctrl 按着它就加选了。好，这个就 OK， 这里齁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物照片物件的控制，有没有看到分割跟合并？就跟表格一样，所以就把它合并起来。好，一、二，合并，这样就有了细节。好，细节，那我左手边呢，我就从把照片把它载入进来。从这边，自制模板，好，好，你看我里面有6张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就把我先全部加进来，没有关系，好，好，有没有把你排好了？有先排进来，对不对？但是顺序不满意了，怎么办？从这边拖一下了，现在第一张就是这一张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现在把第二手跟他交换，然后按着往上拉，有那个箭头，有哈，好，给它换上来了。好，那这边可以，好，那这一张呢，我把它放大一点，啊，这一张高一点嘛，哈，所以你看右手边右上角，这里有那个这样子，我们会来做微调哈，我这样正一点点，给它正一点点，好，那我点到下面这一张，我这样放大一点。就是把这个范围再缩小一点，还能明白？你好，啊，下面这两张我不要，我要用这个，所以我就把它拉上来，把超过的就把它拉上来，还能吗？剩下的就是把你的什么标题啊，对不对？字啊，打进来，那你看字在右手边这里，有没有一个范例给你选？针头给你选，看你要哪一种字哈。好，假设这种字，好，停一下。好，字型我们再把它填好，可以看一下，好，大一点。OK， 如果没有你算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对不对？你要是简单，你可以这样做啊，组合一下就好了。因为其实有时候你照片，虽然你可以不同角度，也不见得说一定都要全部嘛。我可以做破解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你做好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输出。好，你看左手边这边就可以输出，你就可以直接输出出去。那因为其实我是做范本，我希望下次也可以用，那怎么办？你看我们刚刚不是进来就选吗？选不到来进来测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在这边就可以把它储存一下，你看哦，你看这里有没有叫做储存模板？那模板反抗嘛，印起来，进来背景后啊，一摇就可以跟人家交换了。所以下次我那个照片进来就直接排好了。所以你看到我来这边，把它储存模板，他就问你
要叫什么名字，作者是谁。好，好，我这个叫这样后 OK 好的。那假设我这样做好的，你看到我下次要进来说图页，好，找看看它有没有你的签名，有看到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一选了 OK， 下次呢我就直接把照片再把它放进来，或者你要从这边抓也可以。你看我就丢，不一定一定要那个，不一定一定要商品的，你可以用别的，你要用生活照我也不反对啊，有没有自动组合好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其实像这样做的还蛮不错的啦，好，可以玩。那当然也不见得一定要四四方方的，它也可以变那个了，有圆形的，然后圆圆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些都可以改变，但是我讲这个不要弄太多，我们不要弄那么复杂，就简单的你可以把照片做一些组合。好，组合好之后，其实你要说明的很多比较清楚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些东西要特写。好，可能就是你以前跟我说，我拍一张就是一张嘛，那一张可以拿来当做好几张用。好，好，这样应该就稍微比较了解一点了哈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发现这个 Photoshop 的实际上还是蛮灵活的，嗯，免费的变化，而且它的这个学习曲线很快。好，你如果像学 Photoshop 的 Photoshop， 也许你要花一段时间，或者效果上比较久，那你学这个一下就会了。好，好，这样有没有了解的？了解的话。